你现在还有欠债吗？还有一些后面的。可是，可是那戏不是在马来西亚演的还不错吗？在这里呼吁马来西亚政府那个20%的税不要抽。只要是没有马来文的电影，一概算为国外电影。那我们就是讲国语嘛，讲中文嘛。那他一下子就抽掉20%，我们的票房很好，4000万台币，20%就等于800万台币，就直接抽掉了。哇！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拿回在1/3左右的资金这样子。那刚好1/3资金刚好我还后面最后就会进来的一些帮助我的朋友。然后就差不多了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们都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们都应该来参加这部电影。其实在马来西亚有5-6百万华人吗？对，5-6百万华人。那为什么算国外片呢？5-6百万人，就是其实是早年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有点排华，对，过世，对，就是他没有，那时候没有想到会有华人拍电影。对，马来西亚他想到了，他也要抽税了。就不用抽20%那么高，太高了，怎么生存啊？